时间过得真快，真的感谢今天的这个演唱会能够顺利办成呢。办成呢，要感谢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。首先呢，就是我们的主办单位小金鹿娱乐 CR 娱乐制作，还有光上娱乐、奇人娱乐、森阳娱乐、问心娱乐，以及我们的演唱会代理 JS 娱乐工厂、滚石唱片团队以及元兄弟的同事们。还有呢，喜好娱乐子森导演、音乐总监张伟宏、经纪人柏良哥、妆发面伟伟、造型 Alison、舞台老师、乐手老师的团队，谢谢你们。以及我们这次的场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 Star Hall， 谢谢，谢谢。还有最后谢谢所有的电灯泡们，谢谢你们今天来，谢谢。那我们来一个大合照，好 ，picture picture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每天都有惊喜哦。Good birthday to you, darling. Surprise！ 你有什么话想说？你是主角。感谢邱风泽香港音乐首站风泽 Hong Kong Support 十周年快乐，谢谢你们！天哪，其实好，我们先要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，哎。还是有工作人员可以先帮我们拿一下，好好。哎，我现在是要那个许愿，是吧？好，重点呢，希望周遭的亲朋好友们、歌迷们、所有的人，最重要的是平安、健康、快乐，这是第一个愿望。第二个愿望呢，希望呢，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，可以继续用声音陪伴大家，然后创造更多歌曲给大家，也希望。也不久后可以来香港办演唱会。第三个愿望就留给自己。哦，这个要怎么切？这个要怎么切啊？我们先拍照是不是？不然切了就不好看。好，我们先拍照，怎么拍？哦，在这里。那要这样转过来啊，这是什么口味啊？巧克力吗？哦，来，风泽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数一二三 ，Let's go！ 一二三。好，把你们的手举高，一二三。动态，我们一起动哦！一二三，呜 ！Thank you。好，非常不舍得切，但是我们还是意思切一下，待会儿在后面吃。哦，你要切到自己的头吗？还是这里？啊，你切这个好了。这里会不会奇怪啊？就是，哎，哇，好硬啊！哦。一起一起 ，together。哇，怎么这么硬？这下面这个，哇，耶！好，谢谢你们，周年快乐！这是，好抱一下，哦。
周年快乐。对，我觉得这十周年，会过得那么快呢，是因为有歌迷的陪伴，有我的好朋友，我的好团体，大家一起陪我过，我就觉得这趟旅程真的非常的幸福跟圆满，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。就是我知道这几天大家都在社群上 po 了很多应援所有的照片啊，所有的那个展览啊，所有的在巴士上啊照片，谢谢你们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我觉得做音乐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快乐，然后希望把这个正能量散发给大家，然后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互相一起在这个宇宙里面，我们可以一起往前冲，然后一起度过这个旅程，我觉得非常的幸福，所以这十年真的非常的开心，所以多谢赛。接下来我们演唱会继续，好，我们请 Dancer 老师在这温馨的音乐下走出来。对，他们很用心，他们的服装都不一样，他们很多套，就是比我们更多。他们 dance 老师都很优秀，他们真的很厉害。直接我们下一首，借我你们的热情带来这天。所有的工作伙伴们，幕后工作人员，来，我们前面请啊，好。希望我们不久后可以回来香港，好不好？请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Liv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频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。